好，大家下午好啊。那么呢，咱们这节课呢就画一下咱们的一个圆柱体的这一块的一个结构啊，圆柱体的一个结构。好，圆柱体的这块呢，对吧？它是我们球方柱中，对吧？整一个形体它是介于这个方体跟球体之间的一个东西，你看啊，它也有方体这种转折感，对吧？它也有球体的一些弧面的这种转折感，所以呢，它是一个相当于介于中间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你说体型囊吧，对吧？它也有问题，你说的话体积囊吧，它也还行，都是偏中等的，对吧？像方体就体型有一些问题，对吧？但是体积很好画，像它呢。它的透视那些没有那么多啊，就是这上下两个椭圆啊，你画好了，基本型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注意好比例就行，对吧？那么它体积呢，也相对也还好啊，比较好处理，对吧？你看一个面、两个面、三个面转过去就行了啊。不过呢，这个灰面这里处理的呢，还是需要去讲究一点点的，对吧？好了，那么呢，我们画柱体的这个结构这块的话呢，其实最主要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记住啊，画圆柱。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就画圆柱的结构啊，就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椭圆啊，这椭圆一定要注意好透视，这是画这个东西的一个结构最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怎么去处理啊。掌握了这个呢，我们后面画那些陶罐的时候，一圈一圈一圈的，对吧？就不会出现一些什么这种透视的一个问题了啊。好，开始喽。首先呢，对吧？首先呢，我们先开始去定出它的一个，看好啊，先定出它一个基本的高度啊。那就说，哎呀，我这个柱体我要画多高啊，对吧？咱们先定出这个基本高度来，是吧？定出基本高度。这高度呢，我们定好之后，对吧？我们定好这个高度之后，然后的话呢，我们再什么？哎。再去定出它的一个宽度啊，根据高度去画出宽度啊，不要一上来就盯着，哎呀，我这椭圆，我赶紧画，我画个对称线，千万不要那样啊！你先把它当成一个形状啊，你不用管它对称还是不对称，还是是什么东西，你都不用纠结。你看，看一个剪影形嘛，对吧？哦，它大概就长这么个样子。对吧？那它大概这么样子，对吧？哎，一看这高宽比例怎么样？差不多啊。那宽了你就往内再收一点，那窄了你就往外画一点点，对吧？所以一定要注意好。你看，虽然说我们目测呢也没有谁能够看得了100%准，对吧？但是说，哎，至少我们肉眼看上去。差不多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一个样子，对吧？好，那么到这里了之后呢，要往下走了。你看，我们往下画。那往下画的时候呢，哎，这纸有点鼓起来啊。刚拿出来就鼓了，哎，好，那往下画的话，你看这个椭圆呢，你看这椭圆呢。先，你看上面是这样的一个弧度，对不对？那底下呢？哎，我可以根据它的宽度，对吧？去知道，就去决定这个，哎，这个，哎，最低点在那里，那决定出它整个高度。你看一看，是不是差不多嘛？一看，这个高宽比例怎么样？这个椭圆啊，一看哦，哎，好像差不多哦，是吧？好了，差不多了，咱们就什么？我再低一点点，是吧？再低一点点，你看。那这样的话呢？哎，我一看，是吧？比较接近了，对吧？差不多。哎，我目测看起来，不要一上来就画一堆格子，再切切切啊，没必要啊，没必要。好啊，你看它底下，对吧？它底下呢是这么圆的。你看圆点点的啊，有一部分啊越来越圆啊，所以这么圆。你看我们这个呢，最起码呢，我们画圆柱啊，最起码得画4层，对吧？你看，我在这里画一层，
在这里画一层啊，就画四层，四个圈圈，对吧？你看，这里画一层，对吧？圆点点的，微圆点点的，这里再画一层，再圆点点的，你看一层比一层圆点点，要控制好那个度，对吧？怎么不可以横平看？可以横平看的呀，可以横平看的啊。好啊，到这边。是吧？你看，把这个呢勾出来之后呢，看到没有？勾出来呢，你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椭圆的这种圆扁度的变化了。虽然说呢，现在这个时候呢，对吧？每一个椭圆呢，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样貌，对吧？但是呢，你看基本的样子出来了。也这个时候呢，就加上什么这些什么所谓的对称线啊等等这些东西，对吧？你看，哎，这对称线你给它加上。对吧？加上这对称线，好了，包括这边也是，这就是大的样子，看到没有？越往底什么越来越圆，对吧？然后它的圆那个明暗接线呢，在这个位置啊，这是它明暗接线的位置。最好啊，你别画斜了，往哪边斜都不行啊！你看，要跟这三条线，这个关系要对的啊。往后走，对吧？终于可以听老师上课了，是吧？好，哎，咱们都是下午4点啊。好，到后边，对吧？后边再勾上，你看这一段弧度呢，其实是它的明暗接线抽出来是长这样的啊。它跟方体的是长这样嘛？我们上节课讲的方体的明暗接线嘛，是吧？是不是长这样的？是吧？长这样的一个明暗接线，对不对？那我们的柱体呢，其实长这样的。只是弧的而已，就是个尖的拐一下而已的。你看，下来，你看，是吧？是这么一个明暗接线。但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一段，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一段，在这里。所以它投下来的影子呢是往后投啊，这一根呢也是往后走，对吧？这个一个弧的，所以你看这里也是什么也是一个投射一个弧的。所以呢，这个柱体的投影呢完整的它是长这样的。你看从这里出来，看到没有？是吧？你看。好，就长这么一个模样，对吧？你看，从这里出来，这是投影的形状啊。你看，这投影的是这个尖啊。你看，这个角在这里，对吧？这个角呢跟它是平行的，哎，这样过来，对吧？哦，有这么一个弧度，还再斜一点点，那这是它的一个投影的造型，你看，对吧？所以我们要明白它这些东西的规律是长啥样的。你看这些形就跟它是一样的，对吧？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开始把它画具体就行了，对吧？该画的具体就行了就是说先用虚线去画一下，对吧？用虚线画一下。好了开始了，对吧？上面的椭圆最好，椭圆的弧度一定要画漂亮。你看像这种的话，怎么圈？可能有些朋友说老师我不会那你练线条的时候你得去练的。那你练线条的时候，你不练这个手法，那怎么会呢？是吧？什么都是要练才会的，就跟排线是个道理的。所以圈这个圈圈跟排线是一样的，你排线练得会，那这个东西肯定也练得会是一个道理的所以不要说不会是你有没有去练，对吧？你说我这天天起来练，我练了就那989天了，我不会，那就真不会了是吧？那一般不会不至于的，基本上你说专门的去这样圈。你就圈个，说实话，你就圈个几张四开纸，你圈满它，你的手法就已经很熟练了。你就一直圈个几张纸正面反面的圈它，对吧？
对不对？你看怎么可能？你一开始可能圈的这样，哎呀呀呀呀，哎呀，好像绕不到一起去啊，这都很正常。但它会随着你圈的越来越熟，你看你的手部的肌肉，人的肌肉是有什么？有这个东西的，对吧？叫肌肉的记忆，对吧？对吧？就跟职业运动员，对吧？他做的每个动作都很标准啊，他只要想做那个动作，他的手啊，他的肌肉啊，就会自然产生那种反应，啊，根本就不用再经过大脑去思考了，对吧？你看啊，我们熟了之后呢，你看你可以圈得很准的，想扁点我就扁点，我想圆点我就圆点，对吧？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对吧？啊，你看，哎，我想再圆点呢。你看，就是都是勾个大概，再加个什么，到时候再加个这些辅助线，哎呀，轻轻矫正一下啊，你看，对吧？你看，再轻轻矫正一下，就这么个意思，懂吧？啊，最好椭圆，你看椭圆的前端是吧？对，前端大一点，对吧？尾端小点，左右是什么？主要是对称的啊，这点要注意好啊。好了，我们开始画具体。好，那。这是一个椭圆，啊，这个接线在这里嘛，啊，所以这里画重点，啊，明面接线在这个位置画重点，这是我们你看，弧度对吧？这个点是最远的，所以它是要虚一点点。好啊，这个呢就 OK 了。你看，一定要画出它这种近实远虚的啊，这个要画出来，对吧？你看前面宽点啊，对吧？后面窄一点，对吧？你后面这一半小一点点啊。OK，我们再继续哦，到这些边缘啊，你看两侧，对吧？注意好啊，上下呢？它不是完全平行的，你要往下微微带点什么，往下微微带点这种透视的感觉。虽然说没有这么夸张的啊，虽然说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你要有这种味道啊。你画的完全两条垂直线的话，那也不行，要微微带点上下那个什么透视，就跟我们画方体是一样的，对吧？好，我们开始了啊，也不要勉强说，老师，我必须得一根线啊，这样线那么长，你怎么可能一根画得很准的，对吧？所以你可以。对吧？这样的嘛，分段嘛。好。对吧？那这样就可以了。你看。
啊，两条边线啊。好，到这些，中间这一圈一圈一圈的都，这对称线我开始把它也给一下。这椭圆的啊，这里又一圈，嗯。哦，一定要把这椭圆，你看每一圈就画好，最好啊，这一圈的是都看得到的，对吧？都是我们看得到的。你看这身体中间的，你看它是前半圈看得到，后半圈什么？哦，是经过我们对这个透视的理解，对吧？去理解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画这个下面这几圈的时候呢。就咱们去啊，稍微去注意一下这个透视，对吧？这算抽象思维不？在画静物的时候用球方柱来理解，这算抽象思维不？也可以这么理解哈，其实是会有一点点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因为这东西呢，我们用你用眼睛直接去看，它确实长得不是直接的球体、方体和柱体啊，所以呢，还是要用一些东西去理解的，对吧？就把它就是把形理解成一些几何图形，把体积理解成一些球方柱啊，就这个意思，对吧？他只是说什么，我们通过这个去理解，理解就理解跟真实的去画出来的效果，它是两回事啊，对吧？节日快乐啊，好，大爷节日快乐啊，哎，好，OK，我们再往下走，对吧？你看底下这个呢，哦，它是要更加的什么啊？哎，它会更圆一点，你看。它会比上面那个什么，哦，微微再圆一些，看到没有，是吧？那底下呢会再圆一个度，是吧？就一个一个的来，你看。把这弧度对吧？哎，给它弄出来，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出现那种椭圆。什么叫椭圆呢？就长得两个角是尖的这种椭圆。这个椭圆太常见了，就是很多朋友，特别是这种，比如说画个矿泉水瓶，你看这种呢，为什么要画一下中间的呢？因为我们经常情况有个画个东西啊，我们在画静物的时候，这种特别常见的啊，比如说画个矿泉水瓶，对吧？哎，往下走，你看平体，对吧？平体上都贴了个商标。很多朋友画这个商标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椭圆呢，对吧？就特别的随意啊。为什么呢？反正我只能看到这一部分，
哦，哎，就行了啊！你看老师，这商标不错吧？啊，像个商标吧？你看它有转折啊，对吧？你一定要注意好。所以呢，很多朋友就经常这个边角就经常是转不过去的。所以你画这种东西，只要是碰到椭圆的时候，一定要去重视。画方体是就经常会出现这个透视的问题，画柱体经常会出现这个椭圆的问题啊，所以一定要去重视。就是说你要知道画哪一个形体啊，容易出什么问题，就咱们就不要出现这种东西，对吧？啊，避免一下，对不对？嗯。好，到底座。对啊，到底座。你看，底座是更圆点点的。是吧？这椭圆啊，一定要画舒服。这个椭圆啊，画的椭圆得真的是个椭圆吗？啊，你看这后半段呢，是我们看不到，你看底下这个呢会更圆点啊，因为但是呢，有些朋友呢就画这个东西就比较那个上头，哎，就是画的他说啊，越往下越圆啊，所以他就圆得很厉害，所以呢就画底下就画的这么圆了，那也就有点夸张过头了，对吧？啊，就他那个透视也是有个度的，没有透那么大的，对吧？太夸张了，哈哈。往下变圆点，那肯定是的啊。最好啊，这个柱体的透视呢，它是这么一个规律啊，对吧？离我们人的眼睛就是，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啊，讲一下柱体的透视啊。好，这是我们画出来的，看到没有？标准的去理解一下啊。你看，一个圆柱体，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眼睛的高度。是吧？你看，哎，所以呢，这条线呢，我们称为什么？这条线称为什么？叫视平线。这条线叫视平线，对吧？是我们眼睛的高度，叫视平线，就是你的眼睛的高度啊，就叫视平线啊。好，那么呢，高于我们的眼睛，对吧？这是高于我们的眼睛，这是低于我们人的眼睛。看，一个椭圆，它在我们跟我们人的眼睛齐平的时候，你看。看好啊，看到没有？这是一个上面是个椭圆，你看，跟视平线齐平的时候，你看，看到没有？它是不是看起来像一条线？对吧？啊，所以呢，你看，在这里的时候，它是一根线。然后呢，在视平线以下，你看，对吧？你看，往下走，哎，扁点，圆点，再圆点，更圆点，再圆点。所以它越往下走了，你看，对吧？它是越来越什么？它是越来越圆，你看，对吧？比如说再往下走，哎，它会更圆点啊，越往下走，它会再圆点，是这么一个道理的啊，对吧？越往下走越圆，你看这是这么一个样子的，是吧？同理呢，你看，对吧？同理呢，你看，我们这种往上走的呢也是一样的，你看，往上走的也是一样啊，往上走，看好，举个例子啊，你看，这是视平线，你看。这样的对不对？看这个椭圆，视平线的，哎，看到一点点，哎，再圆点，再圆点，更圆点，更圆点，看到没有？所以往上跟往下是一个道理的。你看，它只是说，哎，这边是在前边，哦，这边在后边，是这么一个样子而已。看到没有？啊，往上，哎，我就画的夸张点啊。你看，往上呢，它就再圆点，对吧？这边在前边，你看。再往上呢，它会更圆点，是吧？这边在前边，
对吧？这边那边在后边，你看，这是仰视，所以呢，仰视跟俯视是反过来的，对吧？所以我们经常讲的什么上面扁点，下面圆点啊，这是只能适用于俯视的情况下，是上面扁点点，往下走越来越圆。如果是仰视的话呢，它就一样的。所以最那个标准的一个描述，就是离我们人的眼睛，对吧？离我们人的眼睛越近的椭圆，它就会越扁。离我们人的眼睛越，就是我们画个圆柱体的时候嘛，离我们人的眼睛越近，它就越扁；离我们人的眼睛越远，它就会越圆，知道吧？所以我们画一个苹果是一样，你看，哎呀，我画了一个苹果，哎，这苹果是长这样的，它上面有一圈一圈的结构线的啊，一圈一圈，那肯定越往下什么越来越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俯视的，是说头顶肯定是离我们近，对吧？所以它会圆，扁一点，往下走呢，离我们远，它会越来越圆。所以呢，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画苹果这些结构线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这个透视的啊。好了，那么呢，我们再找出这个面接线，你看，哦，在这个位置，你一般用个中印烫去画就行了啊。对吧？好啊，这是这边什么？你看这个接线，接线往后走，在什么？哦，再绕到这边来，再对应过来，你看，是吧？你看这样下来，这是后面的。啊，虽然说我们可能那个没有能够直接那个看得到它，对吧？就这么个样子，沿着它这边的投影呢。你看，这台投影，看到没有？注意这个弧度，对吧？你看这个弧度是吧？它是要讲究的啊，不要随便画，对吧？好，哎，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给它统一一下，排一组整齐的线。咱们也不是说要带什么光影，主要是排组线，意思一下那个味道就行了，区分一下受背光就行了。对吧？你看哦，这个这块的是背光的区域，对吧？因为投影的稍微重点，我就再补两笔，让它跟暗面稍微有个小区，有个小区别就行了。好，那么呢，这样的话呢，这是我们这个圆柱，对吧？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柱把它弄明白啊。你看这些点呢，是吧？突然明白了，画面节奏就是反义词，就是对比关系。方圆、黑白、主次，是的，就这么一个样子啊。节奏这个词呢。有朋友说突然明白了，画面的节奏是反义词的对比关系是对的就其实就是什么呢？你看，所谓的节奏，其实奏是这样写对吧？那其实再转变一下是什么？就是变化，对吧？变化，对，就是不同，对吧？那比如说。对吧？
哎，刚刚有朋友说了什么对比关系，就是对比强点、对比弱点啊，它就有区别嘛，对不对？啊，有强它就得有弱，对吧？它就有变化嘛，对不对？是吧？啊，比如说画面的黑白灰，对吧？哎，有黑就得有白，对吧？哎，有亮就得有暗，对吧？啊，就是它得有主要的就得有次要的，对吧？啊，它就有变化的。所以呢，很多朋友说，经常很多朋友在那个在直播间的时候问我说，哎，蔡老师，什么叫节奏啊？怎么把节奏画好啊？这个词啊，怎么说呢？不是说不想回答，而是说这个问题它不好回答。为什么呢？太大了，太大了。就是好比这个问题有点像，就是说蔡老师，我怎么样才能考上清华？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的？很难回答是吧？所以呢，就说这个问题很广。那比如因为节奏包含了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有节奏的。你说物体的大小有节奏吗？对吧？你说物体的颜色之间有节奏吗？你说物体的质感之间有节奏吗？对吧？你说物体的在空间上的前后有节奏吗？你说物体的一个什么那个主次关系上有节奏吗？都有节奏。你说物体摆放的时候的高低有节奏吗？疏密有节奏吗？什么都有节奏啊。你说排线有节奏吗？对吧？都有节奏啊。什么东西都是有节奏的，是吧？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有变化的。就我们画在画面中的什么东西有变化，比如说哪怕你画个椭圆，那这个椭圆有节奏吗？那肯定也有啊。你看上面的黑一点点啊，往下的什么，哎，往下这块的弱一点点，哎，这层的再弱一点点，哦，底下呢是因为在落地点的投影啊，再压一下再重一点点，是吧？是不是有节奏的啊？那你说，哎，前面这一圈对吧？这圈有节奏在里面吗？有啊。你看前面这圈对吧？既有上下的每一圈的有变化的关系，同一个圈圈里边它也有啊。你看，这个前端是不是重一点点？尾端是不是虚一点？对吧？前点，你看它一样是有什么，哎，有一些虚实的节奏，是吧？所以呢，这就叫节奏啊，这就叫节奏啊，就跟音乐一样，你一直是一个音符，对吧？比如说你一个哆，那哪啥怎么节奏？你看啊哆来咪，哎，它是不同的，它就有节奏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得有变化，对吧？得有起伏的才有节奏啊，就这个意思，对吧？哎，我们就通俗易懂的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啊，哎。就跟我们之前说，哎，哎呀，就比如说，就其实说话对吧？说，哎，这个人说话很有节奏感啊，因为什么？他时快时慢，时而声音大，时而声音小，时而速度快，时而速度慢，对吧？哎，那看他就有节奏，对吧？时而就是什么又不同的发音的地方的啊，有些嘶吼的话，又有一些像平静的说话的，哎，你看啊，跟菜鸟滚一样，对吧？就一个道理啊，好了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藏族的原著就 OK 了。重点是要画好这个，你把这个搞明白了，你看，既要有区别，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又不是特别大啊。很多朋友呢也画得出区别，但他画是怎么画出来？他硬生生的画出来的。什么叫硬生生画出来？他上面这个这么扁，他下面这个这么圆，哎啊，好有区别。下面这个这么圆，底下直接就圆了啊。你看，老师，我画的这个圆柱怎么样啊？这个确实是有区别了啊，你这个区别也太大了，对吧？哎，所以呢，你看他们俩呢也没有差特别大，但是中间的可以画的，你看，对吧？哎，那感受到它是有区别的，对吧？但是呢，哎，它什么又是协调的，又没有很夸张，对吧？没有太过于变形扭曲，对吧？好，那么咱们这节课呢就直播到这里啊，咱们下节课的话就是画那个倒着的圆柱了啊。导致的原著了啊。